Toronto Hotel, bonjour. Hey, hello, 我想要订位，我要订下个礼拜三晚上7点，那总共2位。Pas de problème pour l'heure et le nombre de personnes. Souhaitez-vous réserver notre plat signature, le canard confit à l'huile, à l'avance? Oh, 可以啊，帮我订一份吧。D'accord, votre réservation a bien été enregistrée pour 2 personnes mercredi prochain à 19h, ainsi qu'un canard confit à l'huile, précommandé. Nous attendons votre venue avec impatience. 好，谢谢，到时候见喽。怎么样？有没有觉得很惊讶啊？从刚才呢，我在手机上面哦做了一下圈选，然后搜寻，到我呢找到了理想的餐厅，并且快速的播出了通话，却听到哇不是中文的一个回应。那我能够继续用中文来对答，到底是什么样的武器，什么样的秘密呢？答案就在我手上这一支全球刚发布的三星 Galaxy S24 Ultra 手机。这一次呢，三星 Galaxy S24 全系列搭载了超强大的 AI 功能。在这个 AI 功能来自云端的这个 Power 加上地端的强大的算力的配合之下呢，这次不只可以带给你更强大的搜寻能力，更快速的体验，更重要的是这一次 AI 甚至在通话中带给你双向的多国语言翻译的功能。你期待已久的，你想象已久的这些功能呢，终于在2024年正式的问世，就让我们一起来迎接 AI 元年。在进到重头戏前呢，先带大家快速的看一下我们这次三星的旗舰机皇 Galaxy S24 Ultra 的外形哦。在这个外形上，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到我们这一次带来的这个地球元素的多个色系，分别有这个太黑、太黄、太灰跟太紫。那我手上这支呢，就是这一次哦，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的太灰，两侧呢弄了一个这个人体工学非常符合你的手指握持的一个角度，拿起来很舒服。而且呢，在萤幕上呢，从过去旗舰都是以这个曲面屏幕为主，这一次也带来了全平面，比上一代缩窄了0.3毫米的一个黑边，看起来非常的舒服。针对这一个全平面的面板呢，它把这个亮度哦大幅的拉高到呢最高2600尼特。这已经是三星历代旗舰的最高峰，而且呢，一样在更新率方面也有1到120赫兹的动态更新率哦。那我想大家都知道，旗舰机一定要讲讲镜头。这次 S24 Ultra 一样，像素上呢搭载了2亿的超高画素，并且将呢长焦镜头升级到5000万画素的5倍光学变焦。或许你会说，哎，升级怎么会用在5倍光学变焦呢？怎么不是更大的倍数？2024年开始，账上的规格不再是这场赛道赢家能不能够取胜的关键。透过 AI 的加持呢，跟显著提升的光学防守阵技术，这次其实呢 S24 Ultra 的100倍的这个数位变焦，细节更出色。相较于上一代，其实在 S24 Ultra 上面，你拍出来的成像一样在10倍底下呢，是更亮眼，而且细节更多、哦。那这边你可以看到几张呢实际的样张，画面非常的锐利，而且实际在按下快门的处理的速度也更快。这也归功于呢这一次 S24 Ultra 搭载了高通最新的 Snapdragon 8 Gen 3 哦，那这一次呢，在 S24 Ultra 呢，散热面积比上一代提高了 1.9 倍。这次呢，最大的不一样，当然就是我们的三星 Galaxy AI 呢，让这一次的 S24 系列真正的成为在 AI 元年的第一支 AI Phone。你可以跟我一起念3遍哦，一圈、二欢、三摘要，一口气呢，让你的手机变成 AI 世代呢最强大的算力、最强大的助手。你可以很快的看到，在搜寻方面、在语言翻译方面、在资料整理方面呢，在快速的让你生成不管文章的摘要，或者帮助你更快的看完一篇文章。很多人在过去选手机都会看规格决定要不要换机，这一次看应用跟看对你人生带来的改变，决定要不要换机吧。自从呢各式各样的搜寻引擎推出呢，你会发现上网找资料已经完全取代了你过去的体验。但我要告诉你，这次三星的 Galaxy AI 会再一次颠覆这句话，接下来就不是上网找资料了，而是你想知道什么你就把它圈起来就好，你想知道什么你问它就好。过往你会发现哦，我要做这个文章搜寻，最大的问题是你要先知道你要搜寻什么吧。所以如果你的脑子里面没有适合的语言或者是文字的描述，你也没有办法善用搜寻器。这一支手机非常简单，你不用记任何的功能应用怎么用，任何画面只要按住 Home 键哦， Home 键呢这次呢就是在这个萤幕的正下方，任何时候按住它，拿出笔或手指头画个圈，直接在画面上把你想要知道的东西圈起来，自动瞬间完成 AI 搜寻，而且它会马上把相关的情报都交给你，非常厉害，你一定要玩玩看哦。说到智慧型手机啊，
我最常看到的一个很可怕的状况，我们人到了国外，我们不知道现在你眼前的 menu 写什么，你想要问路，你也不知道到底要怎么问。哦，那这一次呢，在这个三星 Galaxy S24 的系列上面，透过 AI 的整合，带来了一些很特别的体验，包含在通话上，都可以呢，透过一个即时的翻译。哦，对方讲日文，你听到中文；你讲中文，对方听到韩文。而且最棒的是，这个功能是 on device 的，换言之，它是透过 AI 的强大晶片跟系统的加持呢，提供这个功能，你就不用担心说啊，因为这个网络的效能呢，可能对这个翻译的这个延迟性有一些影响。哦，这个也是这一次我想在三星的 AI 手机上面做了一个很聪明的示范，有部分功能呢是透过云端来提供。部分功能透过手机哦，直接就在边缘运算上面做给你。像这样的一个云地整合，会是未来 AI 手机很重要的一个方向哦。那你会说，哎，可是我大多数的时间不是跟外国人在讲话，虽然这个功能非常棒，但我更多的时候是在打字啊。所以呢，我一定要跟他说，三星这一次实在是太变态了，因为他直接透过三星键盘这支 App， 你就可以直接实现在 LINE 上面、在 WhatsApp 上面、在 IG 上面、在一般的 SMS 的简讯上面呢。实现了对方过来的外国语言翻成中文，你直接打中文，对方看到的就是他要的语言。像这样的功能呢，透过三星键盘来提供，有一个非常大的好处哦，让你在这个语言的距离被大幅缩短，你也可以花更少的时间在翻译，花更多的时间在沟通。过去呢，我们为什么会很不想要花时间读书？三个字，看重点。我们就是不知道重点在哪里，所以才要整本都看完才知道重点在哪里嘛。人类的时间只会越来越难用，因为你有好多的资讯要读，你有好多的地方要去。所以呢，三星这次带来一个很强大的功能，在三星内建浏览器上面，不管你在任何的页面上，你打开一个网页，下面会有一个这个三颗小星星在闪哦。这个智慧助理功能点下去选摘要，直接就帮你把整篇新闻，不管是一个字或一万个字、十万个字，它帮你看完，快速的摘要给你。你也可以再把它的摘要拿来复制，反查回这篇文章的重点关键字，你就可以更快的在 AI 跟人工的协作之下完成一个文章或知识的摄取。除了在这个快速的浏览网页、浏览资料的功能之外，你在写笔记的时候，过去啊，你可能边写笔记，你也必须要边写文章哦。你现在笔记只要记一些重点就行，因为呢，透过 AI 的快速摘要功能，东一点、西一点的笔记。AI 帮你理解之后，一样生成了一个快速的智慧助理的摘要。所以呢，你在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哦，或者是你一天可能工作记了三次到四次的小笔记，它帮你分段落，帮你美化排版，也方便你未来浏览。我们更常发生的是，我们在做一个对谈哦，或者我们在做一个哪怕对业务人才来讲，在销售哦，我们可能在听一场会议，甚至在听一场说明会、发布会。你有时候一闪神啊，重点没听到，或你全神贯注就是听不懂，这些问题接下来都解决掉了，就像帮你开外挂一样。透过这个大语言模型的功能呢，未来呢，透过三星的旗舰手机，你把手机放着，那这个语音录音的功能呢，录完之后它很厉害哦，它会帮你认出不同的人发言呢。最棒的是，我们都知道你不会回头把它整篇看完，所以全部逐字稿写完，又再一次条列出全部的摘要。你有没有过一个情况？很多人说你怎么又忘记了，或你扪心自问，哎呀，上一次那段对话如果我有把它记起来就好了。更糟糕的是，老板问你会议记录做了吗，你说你做了，结果里面关键的那一句总是会漏抄。这样的一个情境，不管是在工作中、生活中哦，或者是在家庭中，每天都在发生。人类最大的问题不是不记录，其实是记了之后不回去看。那为什么不回去看呢？因为你连读书看书都没有时间了，你哪有时间回头看你的笔记啊？所以我们把这件事情进到 AI 元年彻底的解决了。我们刚刚看了这么多功能哦，再一次 recap 一下，跟着我一起念：一圈、二翻、三摘要。这些功能非常非常的便利，你每天一定都会用到。但别忘了哦，前面我们介绍到呢，镜头强大， AI 更重要。在这一次呢，其实三星的手机一样带来了这个生成式 AI 来协助你处理你的相片。你会常常遇到一个很遗憾的状况，你紧急的把手机拿出来拍摄，但那个场景就是没有办法让你把它截取到，或者是你事后才发现啊，有个人的脸被切到一半了，或者是空间感不足。这次有一个很强大的功能，在生成式 AI 的协助之下，
你在拍完相片之后呢，你可以直接在编辑模式里面，你可以把照片缩小或者是旋转，把你的主体转到你想要的位置， AI 帮你把其他不存在的区域画给你，而且你可以画几次，画到你满意为止哦。哦，那自然而然呢，在 AI 的协助下，照片真的可以做很多的变化。这次呢，这个三星的 Galaxy S24 在相片的功能上有一个精进。你拍完照片呢，点开它，只要把照片往上滑，它会一秒钟立刻帮你把这张照片做完分析。例如，它会告诉你，根据你这张照片的成像，你可能会有反光的问题，它可以一键帮你消除反光，或者是一键重置。而且呢，过往我们都知道，例如减肥前后会有 before after 嘛，那这次这个相片的界面呢做得很好，你在按重置之后呢，它就一个 bar 给你往左移往右移，看看重置前重置后，看到你满意为止，你再按储存。所以呢，过往我们透过这些科技，我们主要是在看例如镜头规格啊，或者是感光元件啊，这些依然还是重要的，但未来透过 AI 的世界，不要忘了，你的眼睛看不清楚的 AI 都看得清楚。我们可以换取更多的时间做想要做的事情，去想要的地方。我觉得这是 AI 带给我们最大的价值。相信呢，听完这么多的 AI 功能，一方面很期待，一方面也有点恐慌。哇，这么多功能，我要怎么学得会啊？其实你也不用学。这个时候，关键台词来了，欢迎光临买凤，因为我们台湾大哥大全国上千位的数位科技顾问已经在买凤门市等着你来体验。等着你呢，来探索更多的 AI 功能。我们会用最好的服务呢，来带你进到 AI 世界。除此之外呢，来台湾大哥大购机专案价呢，这一次这个三星的 Galaxy S24 Ultra 呢，最低零元起，还可以抽三星旗舰家电组哦。那当然，台湾大哥大最有名的就是我们有满满满超级多的家值服务，这次你也有免费体验的机会哦。那还有老客户的优惠以及旧换新的加码。除了听到 AI 的功能很强大之外，你更应该要亲自来试试看。那么就赶快来我们全台买凤门市看看吧。